别动我啊！对呀、啊。那是水里边有多少？弄。不是的，因为他们没泡的，他这样泡的。你来的时候不是用那个包着了吗？捂的。刚开始不应该剪的，有没有剪在那里？没有。指甲不要剪那么粗。他给我讲说，有老师他低的，不是，他又剪了根脏的，已经是发炎了。后来还给我讲他剪脚趾甲，他没有剪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。老肉了，分到那肉了，已经好了。看见没有？这啥都没。指甲，人家捂白了，不要捂着。你咋那么软呢？你来的时候不是整个都包着了吗？哦、捂的太厉害了，所以指甲就软了，知道吧？哦、你这个你不取出来？嗯。在这里。它会在上面长吗？不是，它好不了。我也没这给你弄的，都泡软了，你就是这个，指甲全部泡软了，不要捂着，你不捂着的话，这就一个指甲，一修很好修的。不需要吧？修一下就好了。修的时候也不疼吗？就干了，肉都疼。正常的，那个。刚的已经上干了，腿发了。不是，这样这个脚还咋不行呢？上一个月两个脚趾头都疼。不要吧，再修一下，最多两天就不疼了，一个星期就完全好了。像这一点皮没事的，啊、不碍事。等一下。这有点疼是吧？有一点没事，消肿。对，刷了水。没淌血，那么肉，那么肉啊？对，脚上那个。